我的小才艺跟声音也有关系。我们这一代在大学时期，我们特别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做魔兽争霸。我会模仿里面角色的各个种族的不同的声音。接下来我首先模仿的第一位是兽族牛头人战士，他的声音非常浑厚粗犷。May my ancestors watch over me. 像的。第二种非常有意思，叫做发条地精，它是生活在地下的妖精，非常的狡猾，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。I laugh in the face of danger. 接下来最后一个是不死族巫妖，所以它的声音比较恐怖。The ancient evil survives.For the burning legend. 我把几种声音连起来说给大家听听。天使之境，美味奇人。三元冰岛酸奶，更多30%蛋白。更多营养新惊喜。